坤先生同埋資深嘅曲藝唱家黃錦秀小姐為大家唱出一首都係名曲《幻覺離恨天》，有請兩位嘉賓。烧伤管噶，何以转眼间便嚟到虚无幻境？啊，莫非妹妹佢如法登仙，第二把痴狼引导？好，待我破雾排云去，不管天堂地狱亦人间。
妹妹，林妹妹。哎呀，正是悠悠生死别经年，此际相逢真夜还啊！宝哥哥，真夜还爷，你何须问？你都系不意归去吧？只怕相见时难，别亦难啊！林妹妹，我。未尽吗？独有盲心未具，此际想你难。痴人未愿别离多，只恨相逢。Shut up!
已无堪恋真俗，把哀愁向佛参烧香油罐，空留间宝袋情痴枉作
世空泛，爱难成幻。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家庭幸福。